学五年生とか。哇塞，跟我看的时间差不多。我也是下午一起看。先生，先生，先生。作って決まった順序みたいなよくある流れは見てたから、こんな感じなんだみたいな感動がすごかった。终于圆梦！欢迎收看《超派人生》，我是主持人超哥。旁边这一位，我想是台湾人都熟悉的剑大，《一剑挽春秋》。对，我是昨天晚上食物中毒的《一剑挽春秋》真的假的？真的真的，这两个茶叶蛋，两个茶叶蛋食物中毒。对，因为我放了大概三个小时，到时候站不起来。我靠，两个茶叶蛋折煞英雄好汉，真是。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喜欢的 AV 女优图鉴。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一位 AV 女优，惊为天人，有着九头身的模特身材，还有很凶狠的胸围。她的罩杯是 F 罩杯，号称就是人间凶器啦。是是是。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她很像日本的，也是一个超人气的女优。是，我个人是蛮常看她的片子的，哦，叫做美谷朱里。好，哦，我相信长得漂不漂亮，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哈。嗯，那第三个呢，就是剑大评论她是穿丝袜最好看的女优之一。对，没有错，黑丝袜是男人的梦想哈，但是我那更是我们的梦想。剑大号称是千人斩，那剑大撕过几条丝袜？其实我是一个出身书香世家、深受礼义束缚的读书人，我大概撕了大概200多条吧。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女主角，冯富爱小姐。我们想要问一下丰富爱小姐，为什么会踏入 AV 产业？きっかけは、きっかけは小さい頃から AV を見てて、もともと興味があって、誘われたりもあったんですけど、業界にので興味があったので入りました。这么良好的嗜好，跟我一样，我们也从小对。几岁的时候开始？小学五年生と。哇塞，跟我看的时间差不多。我也是下午一起看。深圳。下次喜欢看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研究研究。いいんですか？当然。请他放心，我们都是以学术研究的心态来好好做学问的。那你刚开始拍第一支片子的时候，会很容易进入状况吗？デビュー作って決まった順序みたいなよくある流れは見てたから、こんな感じなんだみたいな感動がすごかった。终于圆梦了。没有叶梦。丰富爱小姐真的是天生就是要进入 AV 界发光发热，居然她没有紧张，她说我圆梦了。她有拍一个系列是主角的系列嘛，所以她喜欢拍主角类型的片。最近はその足物がめちゃくちゃ多いです。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哈。日本他们是切蛮多族群去做各自的影片，比方说你是喜欢腿美腿的，他就去拍这种片子。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他腿真的太长太漂亮，他那个腿一伸出来吓死人，大家都想被他那个腿踩一下，或者是两只脚这样磨两下，这样子实在太开心了。这就是足胶之所以这么盛行的缘由了。剑大讲的真的是太好了，我只能鼓掌。男生对于这些美好的事物都会有一些憧憬，那都会有一些幻想。嗯，美腿控，对，丝袜控，好，制服控。嗯，这个系列呢，在你一般的现实生活中，你比较难以获取，所以借由这样子的影片，可以让你的欲望有一个出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真的不多女优可以拍这种片，把它拍得很好，那个先天条件要非常非常的好。对，那拍这类型的片，它的难度在哪里？ものは意外と体力とか足の筋肉を使うので、ちょっと
心累。会不会拍一拍，然后晚上回去要睡觉的时候脚抽筋？我的脚啊，行吗？行吗？行吗？会抽筋，会抽筋，真的真的。据说他私底下交男朋友一定要先试车，这是为什么？他看着我在想试车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回应他？流れに任せるか、試した方がいいとは思う。丰富爱小姐应该是感情丰富啦，然后欲望也相对强烈啦，因为一般会小五看 A 片的，我相信也不多了啦。然后拍出道作的时候会有那种哦，我终于圆梦的感觉，所以她其实应该是属于比较色的女生。嗨。这真的是天才，长得漂亮又算了，还色。这如果是女女友的话，你大概寿命可能会减短十年，但这时候你会说折寿我都愿意啊。你对另外一半的要求可以知道一下吗？比方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这个 type 啊，優しくて、私より変わった種類。这样子好像大家都有机会了，比他年纪大，他才22岁，台湾男生大部分都比他年纪大吧。然后温柔，台湾男生都还蛮温柔的。对，真的。这样代表我们都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如果温柔又有钱的话，でも遊んでそう、遊んでそう、遊んでそう。我爱想爱玩，怎么会呢？我很对，但是我反驳不出来。他说我爱玩，我反驳不出来。不用反驳哈，太无力。这你看得出来？他对另外一半在房事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反正就是很奇怪，他每次想到关键的地方都会看一下。对，因为他一定是偷看到我上厕所，知道我30公分。不要瞎掰好吗？演技はあまり長すぎない方が好きです。他怎么这么适合台湾男生啊？我前戏我全部都快转，你知道吗？迫不及待啊！迫不及待。演技好き不太不了。前面随便。下就好，就直接来了。这次不要翻，这次不要翻。那他对于自己的作品里面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支？教师片。他有一支教师片哈，他跟一个学生谈恋爱，但是他跟那个学生的恋情被另外一个学生知道，他就被那个学生抓去用力的玩弄，也是穿了很多丝袜，有那种纯纯的爱。也有非常暴力粗鲁的那种玩弄，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的一支作品。我是师妹阿丽亚，等一下把链接贴给我。对对对，我们附在这一支影片的下方，造福我们全台湾的观众。是必须要给大家的。啊，でも最初の A 生徒 A はラブラブ。はい。な気持ちでハッピーみたいな。生徒 B は私が M だから。それはそれでいいみたいな。所有男人梦中具备该有的条件，你全部都有了。嗯，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先喝杯啤酒，冷静一下。想请问一下，丰富爱小姐，那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角色？看护士さんとか、レースクイーン。赛车女郎在最近的日本 A 片里面其实很少出现了，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最近就是女权也比较高涨，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比较有物化女性的嫌疑了。那在日本的 AV 界里面还是有，那他们会换上泳装啊，然后丝袜，然后穿高跟鞋，拿着雨伞在那边看大家车跑来跑去的样子，那个其实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制服诱惑了。只要女生的身材不是太有五短身材的话，一定会看到这样的打扮。但这些都对丰富爱小姐没问题，因为她天生就是个衣架子。她穿赛车女郎，我跟你说，一定很多人看了封面就喷出来了，真的。有没有这么夸张？所以这类型的片，通常赛车女郎是要被车手，大部分都是被胁迫。制服诱惑的片子啊，大部分不会是痴女，就是女性主动进攻的作品了、啊，大部分都是被胁迫，因为这样子制服的诱惑才能放大到最大。超哥有蓝宝坚尼，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出借。借りれるってことですか？いいんですか？可以。我就是那台蓝宝坚尼，来吧。那他对台湾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先生。印象最深刻的，你叫我。为什么？为什么？我对是
贵分手店。哦耶！我感觉建大是他的菜，他今天一直在看建大，他只要遇到关键性的问题，他目光就会看着看过去。我很想看看体育老师怎么教一个女学生，当她学不会的时候，你怎么教导她？嗯，那当然是拿教鞭出来了。教鞭、啊。他会喜欢像建大这种幽默的男生吗？眼睛不大，但幽默。你看，你看看他。我很喜欢建大。建大，你今天值回票价、啊？对，我今天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录得特别少。那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他。来，建大，建大，他人家一直今天一直看着你哈、哦，你的福利来了。Oh、yeah, 这个是我们特别为他准备的那个丝袜，我们要请他换上，展现一下他美腿的魅力。嗨，谢谢，让我们掌声欢迎謝謝。哇，大家都期待的一刻到啦。那我们欢迎丰富爱小姐，拍手。好瘦，这身材好好，真的超正的。夹子没不管用的话，干脆脱掉。九头身美少女，完美的身材，然后再配上姣好的脸孔，加上她又瘦。我靠，这太顶了，这条件真的太顶了。哎，我很想顶。你不要今天一直把真心话讲出来。那我们今天还是要来挑战一下他的演技。超哥跟丰富爱小姐是夫妻，建大是超哥的上司，到超哥家做客，然后超哥喝了两杯之后不胜酒力倒了，于是部长就开始觊觎超哥的老婆。You are my wife. He is the 色老头。拜拜。不行，偷看要这边。怎么阿超这么快就睡着啦？都不知道原来阿超有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呀！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可是你知道阿超最近工作表现不是很好，那老公的问题又就要靠我这个部长的下半身来解决啦。先敬部长一杯水。熟雷蛙，要是我的那个不是熟雷蛙，好不好？你老公的命运就操纵在我身上了，必须要先用你的嘴巴来告诉我，你是爱你老公的哦。超哥，起床了，我还期待等下可以看到什么东西。エッチなこと考えてる。他曾经有拍片那么想要笑过吗？なんか男優さんが、まあ、演技ではないけど座るはずの椅子からこう座れなくて落ちて落ちた時は、まあ、笑っちゃってみんな。丰富爱小姐是真的很漂亮啊，镜头不会骗人，大家都看得到。而且你建大这么丰富的阅历，还有像我也算是阅女无数了。当然。但是我们都知道她的先天条件非常的好，那我们也祝福她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是。那也希望她能够常常来到台湾，台湾还有一群很支持她的人。是。不管我们是用卫生纸支持也好。